韩国瑜跑团结束三分钟间发红包的行程，马上赶到高雄展览馆参加电子公司的尾牙。员工好热情，纷纷抢拍照，从场外拍到场内，想去看到大明星。我们希望我们高雄本地的企业越做越好。从去年2018年，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台湾产生的变化。30年风水轮流转，韩国瑜行程满档，但还是力挺高雄在地企业。上台致辞，更赞许高雄沉睡的巨人已经醒了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高雄整个台湾南方最亮的一个珍珠城市，高雄这个巨人已经开始苏醒。现场席开720桌，总共7000多人，场面盛大，还请来韩市长致辞，面子里子都挂得住。走到哪都有人抢拍照，市长更拿出名片跟高阶主管交换。而因为还要赶场夜宿育幼院，市长没有待很久，但亲自莅临已经让不少员工嗨翻了。记者王嘉欣、潘颖文高雄报道。